二姐英雄联盟手游职业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京东 Gaming Doki 的泰坦神级卡视野击杀残血维恩。一波团战刚打完，哎，我泰坦够够强，肚子里憋着坏呢。维恩，维恩，你别跑，哎嘿，看我进草把你找。你在哪儿呢？扫描极限刚照到，卡个视野进个草。哟，回家呢？点火打个段出钩，让你浑身一颤。别回家了吧？黑血挂个大，头也不回，再见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JTeam 潘的卡尔玛突然奇袭，一波大招拉三个，瞬间爆炸。泰坦还没开大呢，剑魔先手开大就冲脸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却不是他，看见旁边这个卡尔玛了吗？卡尔玛闪现下出发条闪，一个超凡之勇成功拉倒三人。吉格斯交闪，剑魔闪现再跟，一刀左掉炸弹人。奥拉夫交打泰坦，闪现勾墙吓得飞奔。JTeam 五人再度合力追击，粘住剑姬，所向披靡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 JTeam 星斗的猴子大闹天宫，率先开团全部击飞，赢下团战。京东 Gaming 众人这是要跑路了，我们来看猴子如何细节演绎成功开团。我马步向前，一个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击飞好多遍，你给我撕血回拳，呵，姐开个大精神躲一下，团战我已经开起来了，锤石拉两个，这波团还不是瞬间爆炸。加里奥英雄登场，残血盖大，姐黑血不敌猫咪，换个猫爬架。金刚影反手盖大，加里奥精神原地躺下。猴子迅猛出击，一棒敲碎，给我回去吧。两个残血各自为战，看你们还能犯出什么浪，拿下猫咪势不可挡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京东 Gaming 飞白的杰，面对锤石重重开团，无解拉扯成功翻秀。前期的锤石威力不容小觑，一套半血连招非常恐怖。我们来看这个京东 Gaming 在面对突发开团如何化解。锤石勾闪开团，猫咪反手开大，杰闪现脱离牢笼范围，几乎满血爆下，塔下吃个果，锤石摊爆破还想点塔，杰迅猛出击，忽然表里杀缭乱，卢锡安虚弱先交，锤石预判影子钩子后到，卢锡安一阶大招一通乱扫，猫咪致命飞弹，卢锡安被点火烧，只剩一个锤石，这一下可是我优势。猫咪给杰一个加速，飞弹给锤石再来个减速，锤石向后一摆还是甩不开，猫咪下车两 A， 杰一记精准手里剑，成功刷帅。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JTeam DY 的锤石神钩出手逆转比赛。我们上波就能看得出来，这个锤石啊其实是挺厉害的，而这波5v5的团战杰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杰先手消耗，放出影子鬼斩手里剑，锤石卡杰本体分身中间位置，勾闪出手接大半血斩杀。注意，就算这个勾空了，杰也必吃到大招减速，一套半血连招配合队友直接秒掉，这杰连大爷放不出来，只剩个猫咪。加里奥飞进来保了个寂寞，卢锡安收获丝滑三杀，赢下团战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在路上，跟了，猫咪，杀，追，中腿，